鳄鱼是有毒的武器，管好你的舌头吧。七，无明是最黑暗的染污，点亮学习与思维的明灯吧。八，爱人、配偶与子孙是摩罗的诈术，削减你的爱值吧。九，无论你惊艳到什么，这些都是你忘的，让这些经验在原地自解脱吧。若是能这么做的话，你将会远离轮回。没有调伏自己，就不可能影响他人，因此要先调伏自己。没有更高超的洞察力、感知力，便无法成就有情众生的安乐，因此要精进修行。你若是让自己的身与意维持凡夫平庸的状态，那是领受不到加持的。因此，要专注保持自己的身即是本尊。语即是咒语，意即是超越概念的本然境界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现场倒数：五、四、三、二。
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长青路 Next stop, Chongqing Road Station.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每年都有许多的交通事故发生。在交通事故当中，不乏是有些我们高龄的长者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身体当然机能就相对会降低。在身体因素上面，所以高龄长者在我们用路方面上面，相对的就会产生更多的危险性。尤其当驾驶人不注意，或高龄者没有去注意到自己在用路上面的安全，更容易发生事故。在这里，我们要建议各位我们高龄的长者如何让自己在道路上面更安全。我们高龄者长辈也许因为身体上的关系，晚上睡眠不是很比较少，所以他们比较早起床。长辈起床最重要的工作，第一个，他们可能早上去菜市场买菜，或者去公园里面运动，在这种清晨或晚上光线不足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做好自身防护？白天的话，不妨建议我们长辈尽可能穿白色或浅色的，可以在运动的时候比较安全。晚上的话，您尽量不要穿像这种深色的，身上记得配挂一些反光的物件，或带一个手电筒也好。不管什么样的手电筒好，只要你能让它晃动，戴在手上也好，戴在脖子上面也好，都可以。这个东西说晃动的时候，晃动的东西会亮，那么行进的车辆呢，它会看得到。道路交通事故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：人、车、道路，这三项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不可缺的因素。第一个，你要先知道你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，它的路幅。道路的路幅，您从这边走到这边，时间够不够？当您从这边走到这边不够的时候怎么办？记得您走到路中间的时候，不妨稍作休息，先直接到什么？安全岛上面。安全岛上面，您在安全岛上面站着，等个一分钟或两分钟，让时间跳过去之后，转为绿灯，您再慢慢的走过去。
甚至说您在这个路口准备 出发的时候，哎，绿灯已经转成黄灯了，秒数不够，您不要仓促就直接想到这样冲过去，您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这样用冲的，用冲的也可能让自己产生二次的交通事故的危险。所以不妨您在这边的时候，在路口这边的时候，记得稍等一下，等下个灯绿灯亮了，你有冲过的时间再怎样从这边缓缓能够慢慢走，慢慢走过这个路口，这是保障自己安全。另外一个，当高龄者，您如果是行动不便有带的辅助器的，希望您减少在路上行走，或是你要在路上行走，记得请你们家人或亲朋好友带着你一起走路，走路过马路，帮助你，由他们来协助你。那他们要让自己更安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？现在有地下道、天桥，或是说捷运的通道，让自己减少跟车辆发生交织的行为，减少跟车辆发生碰撞的机会，这个是才是保护我们自己长辈自己一个最好的方法之一啊。另外就是车子本身就是有一种视线死角，像货柜车、连接车，它的驾驶座位上面，它的车体高是4公尺，它必须要看到你啊，除非你有身高180公分以上，它才看得到你。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，有大型车辆过来，那么记得停下来，让大型车先过，可以平平安安的啊，看到我们家里面的人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有一天我们会老，我们身体也会下滑，机能下滑。有一天我们也会身体不方便的时候，但我们最不愿意乐见，当我们高龄者长辈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发生一些交通事故，这些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。这些我们不愿意看到，我们就必须要忙，尽我们最大能力，让这些高龄长辈在我们道路上用路的时候，我们能一起去关怀他、保护他、协助他。所以，当我们所有的高雄市民朋友走在路上、骑车、开车都好，只要您看到高龄者长辈要过马路的时候，通过马路的时候，不妨您停下来协助他一把；走路的协助他过马路；开车的麻烦您稍微停下来，礼让我们高龄长者先通过马路，让他平平安安的通过这个路口，不要发生任何遗憾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诚挚的提醒我们市民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关怀高龄者，协助了高龄者，避免高龄者发生路上的交通事故。众生，总想对自己的独生子。